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2月31日讯，今日，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更新了他的 Instagram 账户头像。詹姆斯将头像更换为了他的三位子女趴在沙发上一起睡觉的图片。此外，他的妻子 Savannah 的右手也出现在这张温馨家庭照中。自从今年1月27日湖人名宿科比致布莱恩特及其二女儿 Jana 因坠机事故不幸遇难后，詹姆斯就将他的头像更换为科比怀抱知己的旧照以示悼念。这是最近11个月以来詹姆斯首次更换 Instagram 头像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